好，这个双十连假，花莲县警察局长吕世民为了慰劳辛苦执勤的员警，特别是交代了玉里分局长林俊廷前往辖内各岗哨市岛慰劳，致赠执勤员警小红包，也感谢同仁在佳节期间仍执勤的辛劳付出。那么这次分局长林俊廷除了致赠红包之外，更是送上运动饮料来为同仁加油打气。双十佳节期间，花莲县警察局长吕世民为了要慰劳辛苦执勤的员警，特别交代玉里分局长林俊廷前往辖内各岗哨市岛慰劳，致赠执勤员警小红包，感谢同仁佳节期间仍执勤的辛劳付出。这次分局长林俊廷除了致赠红包，更是送上运动饮料来为同仁加油打气，来补足同仁能量，消暑解渴。林分局长也特别转达局长的温馨叮咛，同仁在酷热的天气下执勤，千万不要忘记补充水分，利用车流量不大的时候让身体适度休息。同仁都纷纷表示谢谢局长及分局长体恤员警的辛劳，让员警瞬间都充满了平静。最后，本分局预祝各位游客平安出门，平安回家。林俊廷表示，感谢局长连假期间为坚守岗位同仁支持打气，佳节期间守护治安，交通不松懈，其实为的就是能够提供用路人顺畅的交通环境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